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大直这边哈，我准备要上大直桥了。那么刚刚出门的时候呢，突然下起大雨。那我一看下起大雨之后，我就扭头，我就准备回家。这样，我想说，哦，这个大雨，雨也太大了哦，这样子，然后就还带着风，那这样会很难骑啊，哈，这样子。但是结果呢，才刚。回到家坐下来哦，就发现雨好像变小了，所以就赶快再出门哦，这样。那所以现在我还没过大直桥，已经11:19了哦，这样就今天就出门会有点晚，所以我也就是有这个，怎么讲呢？就是已经有心理建设了哦，不能讲心理建设啊，大家就。反正就是今天中午大概没办法跑到跟昨天一样那样子，大概还可以跑出什么15趟这样，应该是跑不到哈这样。今天大概就是跑个，我会觉得能够跑到个10趟、12趟已经很非常了不起哈这样。因为按照大家的这个吃饭的这个时间这样，大概差不多1:30没单了这样。那我现在现在都已经11点。看11:28了哦，这样，那我到那边去，差不多也快40分了，那我就只剩一个半小时可以跑，太真的实在是太慢出门了啦，我应该再早一点出门，先避掉那个下雨的那个时间这样，不过算了，那今天反正就是业绩要跑出15趟啊，那中午没跑到，晚上再出来跑，啊各位朋友。天气又突然间变晴朗了，这样。不过呢，还是有在下这个毛毛雨的。我现在手上是有一单啊，那我要赶快送过去的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我在松山机场旁边，刚刚送一单到这个松山机场的这个华航啊会客室去，这样。那这边呢，之前我呢就是很久之前。有在跑午餐的时候也有送到这边来，这边都没什么单啦、所以我现在要赶快，各位朋友，单来了，你看一下，可以哦，没有把我拉到民权大桥那边，可以接，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要去取餐了，没有想到我还没有回到那个富北麦当劳，单就来了 ，OK， 那没问题，我现在要想过去。前面有一位脚踏车伙伴啊，哇，他那台骑超快的，他那台是好像是腾讯，还是不是腾讯的，好像是什么？我趁现在赶快过去，因为我要到里面去取那个胖老爹。哇，一溜烟已经不见了，那台速度超快的。我在那边，那一台哈、有前后避震，然后是属于那种。坐起来比较舒适的那种舒适取向的这样，哎呦，狗什么大声？好了，我要专心去取餐，我就胖老爹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南京东路4段哈，那接到了2单，同一间餐厅。哇塞，这台不错啊，永昌啊，对了，刚刚那台是永昌的，各位朋友，这台好像不错哦，哇。感觉很好，好了，最后多少？刚接到2单了，同一间餐厅的哈，然后呢都还没弄好，所以我就赶快趁空来买个水哈。哇，不然好渴，我还没喝嘞。啊，就是这间，各位朋友，马克鱼铁锅。哇，我刚进去问了哈，又还要再5到8分钟啊。那反正我是觉得现在哈已经1点了啦，那我就不要再聚单了，能够尽量接就尽量接哈，因为我今天实在太晚出门了，我跑到现在才跑9趟而已啊，我到现在才9趟，所以这2趟我是一定要拿到啦，一定要等到9、10、11嘛，好这样，好，那继续等吧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那我刚刚送掉手边最后一单麦当劳哈，这样子，现在在南京东路4段上面，现在已经1:30了，我相信现在应该是就断单了，然后这样子，
目前完成十二趟。哦，完成十二趟。那我有打算晚上哦，要是没有下雨，或者是没有怎么样，我就再出来哦。那我刚刚去挖神石，屈臣氏买一个这个。哦，因为我手晒伤很严重啊。有没有看到红红的？我也只不过昨天出来跑了一个中午这样，哦，然后就晒伤了，啊，所以要特别要来买这个啦，这样，啊，这个假如有朋友有需要，我会建议就买这个啊，芦荟舒缓凝露啊，因为它有芦荟啊，芦荟本来就是对这个烫伤啊很有疗效，很有帮助啊，这样。好了，那我就打道回府啦，我就不再撑了。一点半了，下线。各位朋友，这里是捷运士林站。那捷运士林站呢，有很多鸽子，这些鸽子呢都不怕人，而且呢，他们还都被驯化了。啊，前阵子我还看到会有鸽子呢，来跟人类要食物吃，超搞笑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那么我目前人呢？刚过那个花博，现在是4:40啊！我今天有下午比较晚点出门，因为在家里稍微小小的眯一下，然后呢，才出来这样的。那我现在呢，因为今天嘛晚上就还是风和日丽的啊，这样没有下一样，感觉挺不错哦。那我是想要把。对，我先过马路。好，我是想要把这一次周间烫奖干脆就把它跑完算啦，因为还剩17趟。哎呦，这台，哎呦，各位朋友，这台好看了。哎，这边有一间脚踏车店。好，那么我是打算要把剩下的17趟的干脆把它跑完了，这样。看看今天跑不跑得完哈，嘿嘿嘿嘿，哦，试试看，这样。那我现在要去新站哈，要去老地方。哦，那晚上因为这两天午餐跑那个富北那边哈，富北民权东那边，其实经验不错哈，经验不错。但是我觉得只有两天的这个资料。我觉得是不够，哦，要我晚上也往那边跑哦，我是觉得还是有点挑战，所以我晚上我还是决定要跑这个熟悉的地方，也就金站老地方，好，这样。那么今天就是一样了哈，就是把这个烫奖拿到就好了，哦，这样子。好，看一下哈。那么，因为要拿到这个十七趟，要跑到17趟了，好像，所以今天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方针一样了哈，像我一样，反正就是接短单，短单到了1.7公里，我看一下啊，民权东山麦当劳送大同街啊，各位朋友，我要去取餐啦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民权西路站这边，刚刚那单麦当劳等了一下下，但是送很快哦，因为他前面单量蛮多的哈，这样子啊，那个我去的时候，三个熊猫一个 Uber 在那边等啊，包括我，单量很大哦。那我刚刚又从那边绕回来哦，然后这个那个。APP 没有响哦，那看来应该是消化完毕了，所以我现在慢慢的往这个老地方前进。现在是5点啊，这个晚上啊，今天晚上其实我就是刚刚有讲嘛，我是希望能够就是把这个烫奖拿到哦，那拿不到也没关系啦，反正今天晚上就松松的跑，轻松跑这样，哦，这样子，哦。过马路，好的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，哎，这里是哪里？
啊，后面是延平北路哈，前面是这个重庆啊、哦。啊，我刚刚送掉我手上的最后一单啊，现在是没单。那么我现在要慢慢的往这个老地方在前进哈、哦。虽然说我今天一直想往老地方跑，但是我一直被带离老地方很远很远这样。啊，那么也没关系啦，反正有单比较重要嘛哈、哦、这样。那么。我现在就先到宁夏夜市那边去晃一下，好、哦，到宁夏夜市那边晃一下，哦，看看宁夏夜市那边有没有单哦，这样。那么台风嘛，哈、哦，所以今天到处风很大，很不错哦，很凉快，非常非常的凉快哦，我很喜欢，这样。这边也是中原普渡，到时候看到很多很多人在拜拜，这样。不过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都收起来了啦，还好，哦，因为那个普渡那个时候他们摆东西在那个骑楼，哦，那有的时候会稍微有点小小阻碍，不过不成困扰。OK， 那我现在要往前走宁夏夜市了，现在不差九分钟七点啦、啊，各位朋友，啊、我还差八单，我还差八单。我就拿到烫奖了，哦，所以希望这个八单呢赶快进来吧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目前人在这个南京东路旁边的一个巷子里面啊、这个是吉林路26巷，刚把我手中最后一单送掉了，那么目前没有接到单，我还差五单，我还差五单啊。哦，差五单才拿到烫奖，所以我现在要赶快再骑回那个单多的地方。啊，目前好像有点飘这个毛毛雨啊。哦，希望就是希望不要下雨。下雨的话也是就没办法了，那就继续送。啊、哦，因为我就差五趟了。那我再要把它拼出来。啊，看一下啊，不对了，差四趟哦。刚刚那个系统哦，在他们计算中，然后就显示五，还差五趟。啊，差四趟那好办啊。啊，现在是七点半，差四趟应该很好出来了。我就到前面，啊，前面那个鼎泰丰那边等一下哦。再不然就啊，有了，林森北麦当劳，我到那边去等个五分钟。哦，那今天晚上跑的还 OK 啦哈、哦，至少到目前为止啊、哦，就是这最后一单之前了哈、哦，都算顺了哈，这样顺的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一直到刚刚这一单哦，到双河麒麟路那边哦就断掉了。不过那边哦，我常会在那边断单啊，那我觉得那是正常。哦，那边很奇怪，明明附近哦有蛮多餐厅的哦，可是我在那边就不容易有单，而且那边还有一间云端，就很怪，哦，屡试不爽，哦，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哦，这个真的很靠缘分啊，就有些人哦，就是没有啊，这是我想的啦，差点又讲出一番大道理，这是我想的啦，哦，我猜啦，哦。可能每个人跟一些餐厅都很有缘分，譬如说像我跟 Subway 还有麦当劳缘分特别深哦，所以像光是譬如说像我，到了麦当劳，是不是？麦当劳，好，麦当劳，要不赶快把它接起来吧，麦当劳。好啦，我要去麦当劳领餐啦，哦。我跟麦当劳缘分还有 Subway 的缘分真的很强，哦，台北市到处那个 Subway 的分店我几乎都收过餐，哦，所以我还蛮喜欢 Subway 的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要去取餐了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开始飘雨啦，而且这个雨还不小哦，因为我现在在树丛间，这个雨还打得到我这样。哦，我刚收的那家麦当劳呢，啊，已经送掉，因为很近啊，0.几公里而已。
那我现在要再回那个林森北麦当劳去看看有没有单，或者要不要等个几分钟吧。啊，反正我就在那边等个红绿灯这样子啊，有就有，没有就去那个南西店啦。哎，有啦 ，Subway 进站点，各位朋友，老地方啊。哎，我往那边走了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保安街跟重庆北路交叉口，那么我现在要往宁夏夜市方向走哦。哎呦，我先过马路。先过一下，家乐福我觉得应该是没单了，所以我就放弃，我往那个宁夏夜市方向走，因为现在8点了。哦，那我就看看宁夏夜市那边有没有机会啊，我还差2单，哦，差2单，所以我就把这2单。哦，要等这2单，呵呵，哦，把它处理掉。好了，现在要慢慢的往宁夏夜市方向走。嗯，我是用这个人力踩踏的方式骑去宁夏夜市，因为我今天呢只有2颗电池，另外一颗电池还在家里充电。哦，目前的测试哈，啊，其实还没测试出来啦，只是就是说，今天中午用掉了1.5颗。然后我把另外那半颗呢，把它电充满之后，就把它带出来了。那另外一颗用完了，还丢在家里面充电。哦，所以就没有3颗哦，没有那么多电池。那今天晚上用这2颗电池，希望够用哦，这样，呵呵，因为没有想到这样跑一跑也跑到9点，快要9点，没有啦，离9点还1个小时，就跑到8点。就已经用掉了一颗又一半哦。今天晚上，不知道怎么用了哦，电用的有点凶，所以我决定现在用省电的方式，哦，来这个，来处理啦，呵呵，哦，没办法。好了，哇，豆花庄依然还是大排长龙啊，啊，哦，好了。废话不多说了，在这边等一下。各位朋友，我已经等了几分钟了，10分钟了哦，还没有单哦。我在宁夏夜市等10分钟还没单哈，这样。现在8:20了。今天中午加晚上跑了总共27趟啊，各位朋友啊。想起之前有一天晚上就跑了30多趟，这样就觉得天。那天晚上真的是人品大爆发啊！今天是中午加晚上才27哦，才27这样。不过我觉得也可以啦哦，这样也是 OK， 也是 OK 这样。哦，那我现在其实就差那2单就可以啊，这个领到第一阶趟奖。但是哦，这系统一直没有给我单哦，这样。我想那个系统大概觉得今天给我27单够了哦，这样子啊，我也不知道了，这样。哦，不过我还是希望就是能够再拿到2单哦，这样。哦，我等到8:30好了，再9分钟。哦，要是8:30还没有单，我就走了。我就回家了，也只能回家了。哦啊，我讲老实话哦，刚刚我一度很烦恼，就是完蛋了，今天就差2单拿不到烫奖，怎么办哦？哦，然后明天呢，就周五了，这样，我刚真的这么想，但是后来呢，刚刚突然间脑袋清醒，不对，今天礼拜3，明天礼拜4。哦，我这剩下2单，我要是今天没有跑到，我其实明天中午可以出去跑个2单就回家，我拿到就好，可以下去了。真的是这样，哦，真的超搞笑的，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。好吧 ，OK， 我再等一等吧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8:32了，还没进单，今天应该就断单了。我刚才跑来买了一杯洛尼牛奶喝，哦，
这间洛宁诺奶很好喝啊，在这边宁夏新鲜果汁啊。好啦，在阿童阿宝的对面，斜对面。那么今天就这样子，我已经下线了，我就差两单了，系统不给我也没办法。我就当现在都没单了。那我就明天再出来跑个两趟吧。OK， 打道回府。